岭南大学驻校艺术家邓莹之 Stella 在石硖尾拥有工作室，主要以布料做创作。她很喜欢与不同行业媒介合作，去年一次偶然机会获珠宝公司邀请留住工厂，将纯艺术的意念融入珠宝设计当中，先为珠宝公司设计布艺摆设。今年有计划以互动作主题，用珠宝带出人与人相处的重要。都是一个、可能是颈链这样的东西，但里面分很多部分的，而每一部分都可以拆的，咁啊，同埋拆咗之後咧，佢係可以自己重組嘅。咁另外重組，因為可以拆嘅關係咧，佢又可以除咗自己可以戴之外咧，佢可以俾身邊嘅人去戴嘅。呢一套珠寶產品將喺出年二月面世。Stella 話：藝術嘅表現係會因應社會變遷而轉變，現代人重視溝通，藝術家應該同唔同媒介合作，透過唔同渠道表達自己嘅意念。珠寶公司就表示，珠寶設計師要考慮商業價值，喺創作時會自設框框，同藝術家合作可以豐富佢哋嘅靈感。通過同藝術家嘅合作嘅話咧，咁喺藝術家嘅角度咧，佢可以將佢哋嗰個嘅即係喺創意文化嗰方面嘅意念咧，灌輸到俾我哋嘅設計嘅同事，咁所以其實將兩邊嘅兩邊嘅 party 可以將佢更加有一個嘅協同嘅效果出到嚟咯。佢表示，現時公司主要客户係內地客，咁隨住佢哋對中高檔首飾要求高咗，為珠寶增添藝術感，喺加強美感之餘，亦都可以提升品牌形象同價值。香港文電視記者廖靜文報導。